八月三十日晚，有网友爆料称范冰冰正在南京某医院生孩子，引发热议。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八月三十一日下午通过其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则文章，感谢了大家的关注。在文章结尾处，用《战国策》中三人成虎的典故回应了谣言。市妇幼的职工纷纷转发这条信息，你们想知道的都在这里了。非凡娱乐实时报道。